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丽莎，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一句俗语是一句：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困甲饱。丽莎，起床啊，起床啊！无爱啦，我昨甲阿公阿妈阿叔拍麻将拍到半暝。我现在很忝的，给我睡一下啦。哈，昨叫你较早睡的，你就唔，现在才在这搞我暖。今仔初一，咱等一下爱祭拜祖先，搁爱去庙里家村祈求平安呢。好哟，咱今日当下昼才拜，我很忝的，想让我睡好饱啦。当然嘛，袂使，咱这拜拜是有时辰的。搁再讲。昨甲你做伙拍麻将的阿公阿嬷甲阿静拢已经起来咧准备啊，着剩你啊，你赶紧起来啦！我无爱啦，我无爱啦！正话正实，我无想要骂人，你莫搁伫遐解啊哦。人讲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困甲饱，你要困甲饱，初三才来困啦，也毋紧起来斗三工。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睡到饱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，初一是新年的头一天，照传统来说，咱会知道要祭拜祖先，去庙里家村祈求平安。另外，因为初一是新年的头一天，所以很多亲戚朋友也都会来厝里拜年，也是咱去亲戚朋友家拜年，看辈分咯。亲像阮阿公就大仔下骹有真侪小弟小妹，所以因阵初一的时阵，阮家就有真侪人会来拜年，所以初一爱较早起床的，才有红包糖好领哦。初二嘛，同款爱较早起床的，因为初二是出嫁查某囝爱返去后头厝的日子，出嫁阿姑会返来，阿母嘛会返去后头厝，所以初二嘛爱较早起床的。初三即天是赤狗日。嘛有人讲，即天是鸟鼠啊娶亲的日子，所以伫即天做啥物代志拢袂顺，嘛无适合出门，所以即天拄好会当伫厝里困甲饱。其实除了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以外，后壁阁有哦。即句俗语是为一首囡仔歌来的，后壁是安尼讲的：初四祭神，初五过开，初六养肥。初七七元，初八完全，初九天公生，初十食食，十一请囝婿，十二请查某囝回来吃暗暝仔配挂菜，十三关老爷生，十四月光，十五是元宵暝。想要了解后壁初四到十五是啥物意思的，我有另外一个影片，大家会当参考看卖哦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，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来看一个例句。阿母讲较早困嘞，明仔正月初一爱去庙里拜拜。囡仔讲明仔放假敢会使困较晚嘞？阿母讲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。过年这两天就济代志爱做，初三才互你困较晚嘞。今日即句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，介绍予大家知。希望大家以后过年时，初一、初二拢会当较早起床的，唔通伫眠床顶暖，起来甲厝里斗三工，安尼才会得人听。我是丽莎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影片，欢迎把起赞个分享出去，也袂电话关注朋友，也袂记得起只电话，你可以先登安尼看出去，我还没通知哦。另外，丽莎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乐后节再播，再会。